们大家好，这里是爱丽丝的玫瑰乐园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款非常漂亮的奥斯汀的藤本月季 James Galway。 这一个是 James Galway 普通的花型和花色，它的花瓣特别多，颜色是一种渐变粉向边缘白色的一种渐变过程。它的花不垂头，一般都是成串开。这还是一个小小的，放在花盆里没有养好，等下我去看另外那一棵。看我对它有多喜欢，我去年买了一棵，然后发现它的花型、花色、直立性，各个方面都比较好，还很耐阴，所以我今年又下手买了两棵。这一棵我去年是种在棕榈树下，原来这地方种了一棵舍龙索城堡的贵妇，不知道为什么它一直生病，今年我就把它换成了 James Galway。 看它的长势是非常强健的，它已经开始发出很多的笋，虽然它的长度不够就已经有花苞了，但是它的长势在所有藤本里边算是非常强的。今年给我最大的惊喜是它的花色，我们看香槟色，不是一种粉，然后花型稍微有点变化，它这时候的花瓣变得非常的透明，质感非常好，你看一串上来都是很多朵花。我们再来看这一朵，看这个变成了里边有点金黄的感觉，而这一朵还是有点点粉，看这一朵就粉调就比较多一点。整体给我的感觉颜色很惊艳，质感很透明，看这个多美，花量很大的，而且它单花的花期在奥斯汀月季里边我觉得时间挺长的，我没有数到底有多少天，但是我觉得春天至少有四五天以上吧。我本来并没有想给它做视频，但是它在这里实在是很引人注目，而且开了有一段时间了，那这样的话我想录一个小小的视频吧，也不知明年是否还能开出这种颜色。哦，看这一朵，看这一朵，看这朵很有意思，一边粉的一边是这个香槟色的，好玩。到明年我想它会开得更加好，因为今年只是给它新移栽过来的。然后你看上来的笋上面都是一把花，直立性非常好，看很漂亮。看它的质感多美，看这一朵有点薄如蝉翼的感觉，通透玉质样。好了，我就把这一款介绍给大家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